在座的朋友，哪一些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吧。哇哇，蛮多的。楼上呢？楼上也没。楼上也没有，几乎都是吧。OK， 哪一些是新来的朋友？对，新来的朋友，举手一下，挥挥手，可以举手一下吗？哦，有没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来的？对。有没有举举手？哇，不错，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呢。不再是一个人回去，你会，我们会介绍你一个新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待会在朋友一起来的，我知道你们会为朋友留一些位置啊什么的，可是不要只是跟你熟悉的朋友打交道就打。有听过吗？听过吗？这有点轻嘛，因为它不是英文，它是西班牙语。西班牙语，英文都没有学到。对，英文都没有学到，我们要来唱。你要教我唱西班牙语。是，可是我们这里有没有西班牙人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有唱我会讲西班牙语。没有啊，可是乱唱就好了。反正它的意思还是一样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。好 ，OK。好。所以这首歌是 Feliz Navidad。大家可以念一次吗 ？Feliz， 来，再一次 ，Feliz， 快点，走吧，坐我们的卡洛斯。就是刚才我们练了一下，好像飞，哪里啊？飞你哪里打？是吧？对，飞你哪里打？好气，可是这个飞你，飞哪里呀？哪里呀？啊，就是你哪里飞你的？哪里呀？好，给飞你哪里打？然后后面。它是 Feliz Navidad Prospera Non Felicidad， 哇，这个蛮难的哈，你看歌词给大家看，它是 Feliz Navidad Pro， 慢一点，我唱一个很慢的哈，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Prospera真好，主耶稣真好。
came from。我常常会问自己啊，说到底我是谁？我来自哪里？那我的自我的价值又是什么？那小时候的我啊，我家境没有很好，没有什么钱。我爸爸呢，他是做一个他自己的小生意。那我妈妈是一位家庭主妇，为了养家养活三个孩子，我妈妈很多时候呢，她会做一些散工，比如说帮人家看孩子啊，还是缝雨伞，福建话叫做提好是吗？对，所以我记得她每次都在家里做一些散工，很努力的去赚一些外快，为了就是养活我们。见证，好、哦，不要说分享，坐在下面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本身哦，以前呢很讨厌基督徒的，这里有没有人很讨厌基督徒的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以前呢、啊，我以前怎么个讨厌法？我很喜欢捉弄基督徒的人，我没答案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没有，是要祷告，真贵呢，主啊，感谢你啊。感谢你插几条布了嘛？哇，老子啊，哎，今次我没当，不当妖孽，你过来没当讲呢？过来肯德基啊！哇，眼睛一开，肯德基不见了，因为我放在下面啊。不过跟我朋友讲，肯德基给麦当劳昂哥拿走了，给麦当劳叔叔拿走了。我就讨厌基督徒，我就在是 gay， 再加上我本身的背景。因为呢，我从小很多时候都住在我阿嬷的庙，我阿嬷是一个党医，听过党医吗？不，你可以了解的一个神，他就是这样爱我们，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们一首歌，很宝贵。因为这首歌的歌词的 title of the song 就叫《永不放弃》，神跟我讲，很明确跟我讲，这首歌是给你的老公听的。他会讲，我们两个都不会唱歌，也不会音乐，怎么可能写歌？